可能咧，呢個護耳仔咧就唔好關事嘅，成日有啲年輕人都未都會咁諗嘅喎，都覺得咧護耳仔可能唔關你事。但係咧，其實年輕人咧都好需要轉動自己嘅耳仔嘅，尤其是自己聽歌嘅時候啦，好多時候搭巴士啊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，都會戴上呢個耳筒。咁聽歌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搞咁大聲，因為我有啲朋友咧，即係因為由細到大聽歌聽太大聲，到佢大個咗工作嘅時候，真係佢隻耳仔嘅係唔係好夠靈活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同大家都一樣啦，都要好好保護自己的耳仔，咁啊，送首外國歌快歌俾大家聽明嘅，先問。多謝。